确定的兄弟吗？确定，没有错，放心吧。我们没几天了，要是再不抓紧就没时间了。嘘，马上好。大狗狗吃骨头，太棒了！叔叔不是大狗狗，叔叔是一匹来自北方的野狼。哦，不知道，大狗狗吃骨头。啊！像其他妖怪那么低俗，怎么你还看上了？看起来还不错。就是他们，北岛没错。追！你们是谁？你们是为了救我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狐族频繁发生失踪案件，所以我和小荣特意精心打扮，为的就是引君入瓮，好抓个活口，调查他们到底是何方妖种。圣主，这俩妖样子陌生，你看他们话吞吞吐吐，磨磨唧唧，一定有问题。我看还是请他回去拷问一下为妙。哎，这个逻辑说得通。好，小荣，绑起来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啸天，我叫杨戬。杨戬。嗯。杨戬哥哥，你救我，是不是别有用心啊？别有用心的是你吧，大姐。不如你们留下来跟着我。